昨天在图说新闻当中呢，我们说到和平使命2013中俄联合反恐军事演习正在进行兵力投送和部署。昨天下午，中方陆军战斗群队的重型装备已经抵达了演习目的地。俄方为远道而来的中方参演官兵举行了欢迎仪式。这批重型装备是7月25号从沈阳军区洮南综合训练基地启程的，经过940多公里抵达内蒙州里口岸，在那里换成俄方军略后，于北京时间7月27号清晨跨出国门，历时8昼夜行进5000多公里后，顺利抵达车里亚宾斯克。8月3号，中方部队将全部抵达演习地域。我们从27号列车开始运行时，即进入临战状态，主要安排了2项内容，一个是组织临战训练，二个是派出警戒勤务。应该说是整个疏散过程中，全程落实了实战化的要求，能够达到演习的目的，为下一步实兵演练做好了重要的基础。陆军战斗群抵达演习地域后，官兵将对各种武器装备进行维护保养，并尽快熟悉演习场地，展开有针对性的适应性训练。此外，这次演习中方派出的6架直升机和5架歼击轰炸机，也于8月1号下午和8月2号晚间先后抵达俄罗斯沙格尔机场。